老板，我想请两天假。不行。不是，怎么就不行了啊？我每天接你上下班，从来也不迟到也不早退的，周六周天你让我陪你看电影我就陪你看，让我陪你加班我就加班，怎么就不能准两天假？不是，你请假干嘛去啊？那个我妈不是来了吗？我想陪她玩两天去。你来了呀？啊，那行吧，准你一个星期的假。哎，谢老板了，那我先走了。等会儿。啊？那个，这张卡拿去多买点好吃的，好好陪阿姨玩。哎，谢老板了啊。老大。啊？算了，还是我跟你一块儿去吧，老大不小了，连个女朋友都没有。老板，我上月加班费是不是该给我结一下子了？不是，小马，你怎么回事？一天就让我钱钱钱的，你掉钱眼里去了？不是你，对的嘛，这个说的对呀、啊。就是，我告诉你啊，一个新人，咱公司亏待过你没有？新人作为新人，一定要一步脚印，脚踏实地的，兢兢业业的，知不知道？哎呀，那也得给我钱啊。对呀，马丁，你说的对呀、啊，一个年轻人，他总得有点其他的爱好吧？就是，其他的爱好吗？我有啊。嗯。你什么爱好呀、啊、你啊？我的爱好就是你呀、啊。就你会油嘴滑舌。这是。那给你吧。有人谢谢老板。那个老板，其实吧，我的爱好也是你。你的爱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有人。我出去忙去。这个钱从你工资里扣啊。啊！哎，老板，你找我啊？哎，小马，你有没有十三块钱呀、啊？十三块钱，啊、有啊，来，刚买水剩的，这十块，啊、这是三块，是吧？啊，那我给你加一块，还你十四。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许我一生，我还你一世呀、啊。不是，哎，老板你好坏啊！老板，你缺钱呢？缺呀、啊。老板，这是我刚放了13000块钱。哎呀，马经理越来越懂事了。是啊，老板你给我吧。为啥呀？不是刚才你说的吗？给我一生，我还一世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！你赶紧出去忙去吧。不是，那你我给我工资我的钱，给够了，你还要回去呀、啊？不是，我没给你，我不是。老板，这是用了合同。嗯，好的，放这儿吧。哎，马经理，昨天晚上吃饭那个钱是你给的是吧？啊，是老板。哎，谢老板。哎，老板，欠我的钱什么时候给我？嗯，我什么时候欠你钱啊？想耍赖是不是？想跟我俩玩无赖是不是啊？想变相克扣员工工资知道吧？啊，劳动法懂不懂？懂不懂？多少？你说多少？我给你算算啊。昨天晚上老醋花丝135，那个凉拌黄瓜是125，还有嘿是700。这样，哎，反正挺多的。这样你一共给我7万得了。行吧，不是小马，怎么了？你数学老师是体育教老师吧？再说了，那个黑黑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黑黑你不用管，管钱就得了。